让我们欢迎下一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宝李宝龙，来自香港的，谢谢。哦，播出之后，台湾人认识你了吗？有一些讨论啦，讨论就是长相之类的。长相，说你很可爱。就说我像那个 Super Junior 的神童，但是另外一个是白云。哦，那你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白云哥比较好，因为他蛮可爱的。对啊，你喜欢白云啊？白云哥不是很受台湾的朋友的欢迎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本土的比较好玩？Hello， 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黄玉婷。大家好，我是洪佩瑜，来自高雄，今年19岁。香港李宝龙带来什么歌曲？我唱《失落沙洲》。失落沙洲，欢迎香港代表。谢谢。来自香港的李宝龙，目前受朋友之托担任网拍管理者的工作。即使在异乡打拼，宝龙却不以为苦，因为他已经被台湾美食彻底征服了。好吃哦，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难怪我在台湾胖了那么多。啊，好饱哦！你看，我想我有体力去练歌了。嗯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。只是等有一个人看海。哇，感觉好有能量，感觉对不对？爱吃卤肉饭的李宝龙今天能晋级30强吗？
谢谢香港代表李宝龙，接下来欢迎黄玉婷带来《梦》。